兄弟们，最近我吃鸡呢老是落地成盒，我感觉不是我个人的原因，而是我的设备出现了问题。我想买一些更先进的设备，有助于我吃鸡。我感觉这一款就不错，吃鸡神器，直接拿下。三天后，兄弟们，快递到了，现在把它拆开看看里面是什么。这个是吃鸡神器。两个手柄，然后一个数据线。吃鸡神器呢已经拆开来了，现在咱们把它安装在平板上面看一下效果。先把键位调好，调好之后呢把这个卡在这上面啊，另一边也是一样，把这个调好，把它卡在上面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来训练场看一下效果。有了这个吃鸡神器，今天晚上我就可以大吉大利，今晚吃鸡。